开幕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国旗暨国父遗像行最敬礼，敬礼。礼毕，请坐下。主席致辞。涂市长，我们市府各单位主管、各位议员同仁以及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那么今天是本会105年第四次临时会的开幕日，那么本人在此首先感谢各位的出席。那么本次的临时会议程主要是针对审计室所提本市104年度的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以及中计表呢来进行审议，同时我们也将进行市政讨论。那么在审计室所提的这个审查报告里面，虽然对于我们市府的各单位的执行这个成效多所肯定，但是仍然有许多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进度，那么经评鉴是落后或者是退步，因此我们希望市府能够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那么能够提升我们本市的这个竞争力。那么同时在此也要请各位议员同仁，那么针对审计室所提的缺失，大家能够提出建言，并在市政讨论的期间，大家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那么我们台湾在近期今年度历经了3个台风，那么尤其上周的这个梅基台风可以说是重创全台，那么我们嘉义市也不可幸免，所以在此我们也要希望政府的 各单位能够让我们整个市政的运作尽快的复原，让我们嘉义市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么在此本也要代表我们嘉义市议会对于本次投入救灾以及复原工作的所有的国军弟兄以及所有的工作同仁表示我们最高的感谢之意，那么以及最高的敬意。那么最后在此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公务顺利，谢谢各位。李晨，预备会议，主席报告。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预备会议。本会第9届105年第四次临时会系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第3项第1款即本会议事规则第6条第3项第1款规定办理，那么经市长之请求而召开。那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系经程序委员会105年第6次的会议审定，自民国105年10月3日起至10月7日止会期5天，那么在本会的议事厅召开。讨论事项，现在开始进行讨论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请议事组宣读议事日程表。10月3日，议员报到开幕典礼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10月4号上午，依审计部嘉义市审计室报告104年度本市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审核情形，二审议104年度本市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之审核报告，三审议104年度本市文化基金会决算。下午小组活动。10月5日上午市政讨论，下午小组活动。10月6日，
一、各审查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二、收集及整理议事资料。下午小组活动，10月7日讨论议案，临时动议闭幕典礼。好，请问各位同仁对议事日程有没有意见？好，张秀华议员请发言。主席，你这个10月5号那个市政讨论哈，因为这次梅基台风，嘉义市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灾情哈，但是如果若讲有的话，就是咱的果菜市场，所以我伫遮要恳请大会呢，伫10月7号即天邀请这个果菜市场甲鱼市场的总经理呢来列席报告，这次梅基台风呢整个市场的一个灾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问一下。今天企划处跟行政处是怎么了？企划处没人做，行政处由副处长来，有没有告知我们议会？我不知道各位同仁有没有收到公文，我这边是没有看到桌上有任何的一个请假的公文，有没有？刚刚是由民政处的副处长刚刚在开会的前10分钟到我办公室来做的报告，我们是不是请民政处长也报告让我们议员同仁了解？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对我们那个行政处跟计划处的那个主管没有列席哦。刚才我要在到议会的途中接到我们陈宝东处长，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太太现在在急诊室，那他也在急诊室，所以说他还在那边，所以说叫我先跟议长跟副议长报告说，先请我们的副处长来代理他的行政处，那计划处呢由我们李科长在后面备询，那等一下他如果处理完了他会马上赶过来。好，以上处长你请坐哈、哦。这个是突发状况哈，这个处心肝白疼这没办法有早去医疗，所以这个我们能够谅解。但是我不懂的是，企划处跟行政处依我们接到的公文，企划处是由行政处长代理嘛，那今天如果要做的空缺的应该是行政处长，因为陈宝龙处长现在是行政处啊，企划处是他代理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教育处长到哪里了？教育处长，你之前是企划处嘛，对不对？因为你往到温德隆乱你啊，所以现在应该代理的企划处的处长是由谁要代理？在我们议会要开会的时候，他就应该公文要到了啊，没有接到任何的公文。应该现在缺的位置是行政处陈宝东处长的位置，他今天因为太太临时住院，这个大家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会是行政处由副处长代理，企划处不由副处长代理呢？企划处的副处长到哪里去了？这个谁可以答复？人事处长还是市长你来答复？市长，那么企划处副处长呢？请涂市长来答复。这本末倒置了嘛？报告这个议长跟各位员，我们企划处处长目前还空缺中。目前重缺，安尼都无多啊，哈、重缺，所以应该是行政处这个位置要空着。你如果要由副处长来代理宝东处长，他也要文给议会啊，这是一个尊重嘛，议长是不是？各位同仁，这个我不要每一次在大会开始或是临时会，就是因为座位上的人缺着，每次都搞这种问题，我觉得很无聊。以上，谢谢。好，我们希望市府针对人事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以免影响市政的运作。好，请问各位同仁，刚刚张秀婉议员请求我们将在10月5号的市政讨论，我们邀请果菜市场的陈火川总经理以及鱼市场的郑如意总经理列席报告，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那么照程序委员会审定的议程的议事日程通过，然后邀请两位总经理来列席。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预备会议到此结束，继续进行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主席宣告开会。好，各位同仁，现在出席议员已经达到法定人数，开始进行第一次会议。报告事项。好，各位同仁，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未受理市府的提案，我们不进行读会的程序，同时本次临时会议员的提案会有受理人民请愿，那么交付各有关审查委员会审查，请问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无异议通过。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散会。